我刚才看见他去烧烤摊，去烧烤摊你紧张什么呀？又不是去酒吧，他点串了吗？点了，十串。嗯，啤酒了，8瓶。还有谁啊？一个人。一个人？那你为什么不在那儿把他按住？你跑过来干嘛呀？我这不先给你汇报吗？咱得想下一步方案嘛。方案个屁呀！走，赶紧去买台工作室。 缘分这只姑娘，你这是饮酒呀？哎，你不说，喝酒不好吗？对。俺个解酒，我戒了3天，然后脖子也扭了，钱包也丢了，单位筹钱筹了个冤大头，我还请客了，大姨妈都退后了。咦，这么严重啊？你是不是算错了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跟你说啊，这戒酒啊和戒烟有道理。 这戒烟都得碰几斤呢，这戒酒啊，这一任已经过去了。呀，那就过2天再说吧。今年咱俩有缘再见，喝一杯好不好？不可以，不可以。服务员来8个酒。那你职业不可以喝酒。哎呀，太慢了，我去拿。大师，你坐着。哎，走。哎，那个。你太狂妄了吧？我是俩人桌，这姑娘都喝懵逼了，能认出来你这个平庸无用的脸？ 来，你给绍一下，往包里喝，好不好？我给你介绍一下，是俺徒儿，小广。呀，小广大师，你好。我给你介绍，这是李白。李白，你咋知道我叫李白呢？那个，这都能算到，大爷，太厉害了！呀，太神奇了。哎，李白。 上一次年给你们好好算一卦，这他妈是易经经，你看清楚了，收起来。 收起来，呀，告你麻烦你，大师，我的意思是，今儿就不用算卦了，算了不算了不算了不算了，喝起来，你能不能喝？能喝，不用。小光，姑娘啊，这喝酒对身体不好，不如我们改换成喝酸梅汤。好，说酸的，大老爷们喝酸梅汤呢，喝酒，这样，我俩。 一个，你妈弄的是不是？我俩，我三，小光，灌多了才不会闹事。我知道。李白，来，你到这儿。 弟弟，没事没事。等我再上酒的时候，你就给那姑娘说，我们瓶子里掺水。你要干啥呀？那时候表姐，我们怕她出事儿，所以我把她醉了带回家睡觉去。还要带回家睡觉？不一起睡，分开睡。能把孩子睡觉吗？不是。 你看我像是那种会把女孩灌醉了骗回家睡觉的吗？我是那种收流氓钱还替流氓办事的人吗？得，那就。
告诉你啊，别干坏事，盯着你。3:40了，没有人。哎呀，就你俩这个量，还嚷嚷着能喝？我拖不动你俩了，我先走了，走了啊！哎，姑娘，哎，继续。大叔，你咋不说家乡话来呢？我刚才说的不是家乡话吗？啊，对嘛，这才是家乡的普通话。普通人呢嘛。继续不痛呀，不痛，哪儿不允许？哎，都到这喝。哎，放一首歌。还得先回店里，店里有事儿。骗子！这么信任你们，做你们第一个客户，就这么回报我？张老板，这真的是一个误会啊！那女孩真的太能喝了，我俩加一起都没有喝过。对，戒酒，戒酒！我让你们陪她戒酒，不是陪她喝酒。我一个前女友就搞得我鸡飞狗跳啊，好嘛，现在多来小舅子。哎呦，张老板，确实是我们大意了，对不起。然后那个，我们现在就回去研究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，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。不是满意，是可以解决问题，好吗？还一定好的。哎，受伤了，打架了。我们打架了吗？被谁打了？问我啊。
外婆会戒酒，告诉她我们准备跑路回家。啊！哎，姐夫，哎呦，还幸亏没出什么大事儿。嗯，这工作实在是太危险了。不行，我得再找个人。对对对，一定得找一个会喝酒的。哎，我得找个保护我的。我看谁还敢放狗咬我！ 啥都不会。我在英国留学三年，主攻中文。我白酒两斤，啤酒没量。我四岁就开始学习广场舞。散打10年。林贝贝，散打冠军，他可是所谓的巾帼好汉、草莽英雄。 打赢天下，败给爱情，就你了。特别好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梅酒坊的正式员工，你的工作就是保护我，寸步不离，3米之内。是。至于薪资的问题，我秉着让他人不能吃亏的原则，管吃管住管喝管介绍对象，我们给你原始股，等赚了。